相信在我心里我永远是那么美。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就是在今年的过年啊，我就跟正英来这边主持了过年的节目，然后啊，就是托了志伟的福啊，我们立新娱乐制作的老板，就给我再次的机会来到这边现场给你们听，好吧？来，现场应该是有500个人，应该有吧？听一下500个人的掌声，可以吗？我就是说，每次来到这边啊，你们的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们的反应特别热烈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看这边哦，因为我看来看去，可能歌台的人也不是说很多，但是我觉得说外面的人进来看啊，都非常多啊。